我是刚刚一列车长，在109年12月20日高雄捷运美丽岛站美丽岛，我看一下哦，21:47所拍摄是开往小港的高雄线观光时间列车，在美丽岛站停靠，车号是179次开往小港。开往小港的高雄线观光时间列车，在美丽岛站关闭车门。谢哥哥安全了，拜拜。开往冈山。车低价3000元。谢哥哥安全了，拜拜。